写有粗糙细，竖画在撇画中间偏下几笔，要用垂落手，不要长。横左右高，向右上方写的多一点。要短，突出这个斜勾，斜勾要长，要稍微细一点。到这边，慢慢把笔停下来，稍微顿一下，勾上去。点，先写撇，再写点，撇起笔离这个横的收笔要近，再写点，点不要写得太散，太靠外面，往里面来一点，注意高低错位，突出这个斜勾，斜勾要长，两头粗，添。第一个横短一点，第二横左边注意，比第一横稍微长一点，撇要向下垂直，然后向左撇出去，大笔向右下方伸展，要长，上面窄，下面宽，撇短捺长，会。横笔多的时候，要横画间距要小，不要写得太粗。注意这个横画，起笔要轻。竖画，两个竖高低要错位，不能写的齐平。横折。横画细一点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点握钩，轻入笔，慢慢点粗，轻顿一下勾上去，这两点要呼应，心字底是在字的中间偏左，在下方，不要在正下方。我们看一下，横笔间距这边相等，横画间距要小，不要写太大。之，顿一下，向右上方。向左下方，这个点在中间的位置，捺笔起笔要靠上一点，向右下方伸展，间距小，后面间距大。